不是三二，没错，这个头就叫做光头。你看我这个头，代表我已经当兵一段时间了。其实最近啊，影片发片量变少了，请大家原谅我哦，因为我现在正在服兵役当中，还国债。那最近呢，其实你们的发片留言我也都有看到，每一则留言当中，其实我都有仔细去回复。那有一些比较重复性高的，针对这个问题，我就来一一的回复大家。那最多人问我的就是，我的几百公尺跑得够不够快？我的1600公尺跑了几分几秒？到底会不会影响我在训练当中遇到什么状况呢？那其实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跑得多快这件事情，会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素质，不管是年龄、肌肉量，都会有影响，甚至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你自己的能力而感到开始对自己有一些不信任的情况出现。跑多快、跑多慢这件事情，不会影响你对于运动这件事的热程度。所以记得，每个人的速度天生就不一样，不要太在乎这件事情。只要你能持之以恒的运动，你就可以赢过很多人了。好，那虽然我最近当兵期间呢，发片量有稍微的减少，但其实前面拍过很多影片，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回去观看。其实里面有很多之前我都有拍摄过的，你们提出的这些问题哦。虽然我在当兵，影片还是会持续发布，所以大家记得一样继续锁定我的频道啦。OK， 那我们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啦。喜欢的朋友，加油！喜欢的朋友，这边可以订阅我。我们下一支影片见，拜拜。